之前陈赫微博晒出自己的爱宠，称发型真的很重要。随后陈赤赤又抛出了一组新爱宠的照片，称这就是分身术，女友分身术，网友却被名侦探柯南上身发现了照片中的亮点，狗狗旁边竟然有一双粉色的女家居鞋，哎，看来有内幕哟。网友纷纷留言道，粉色的拖鞋，张子萱的吗？还有网友评论称，陈赤赤，你这样变相秀恩爱真的好吗？更有粉丝祝福陈赫张子萱这对欢喜冤家幸福。